哺乳动物肝细胞中偷唾液酸糖蛋白受体 ESPER 的功能是透过与偷唾液酸糖蛋白和已被剥离唾液酸已暴露半乳糖残基的糖蛋白结合，从循环中清除目标糖蛋白。此受体是一种完整的膜蛋白，存在于哺乳动物肝细胞肝细胞中，可清除循环中的目标糖蛋白。脱唾液酸糖蛋白受体 ESPER 在从循环中清除目标糖蛋白中的作用是与脱唾液酸糖蛋白和已被剥离唾液酸已暴露半乳糖残基的糖蛋白结合，此受体是一种完整的膜蛋白，存在于哺乳动物肝细胞肝细胞中，可清除循环中的目标糖蛋白。脱唾液酸糖蛋白受体 ESPER 是一种凝集素，可与脱唾液酸糖蛋白和已被剥离唾液酸已暴露半乳糖残基的糖蛋白结合，此受体是一种完整的膜蛋白，存在于哺乳动物肝细胞肝细胞中，可清除循环中的目标糖蛋白。脱唾液酸糖蛋白受体已被证明在肝细胞和几种人类癌细胞系表面高度表现。脱唾液酸糖蛋白受体 ESPER 是一种凝集素，可与脱唾液酸糖蛋白和已被剥离唾液酸已暴露半乳糖残基的糖蛋白结合，此受体是一种完整的膜蛋白，存在于哺乳动物肝细胞肝细胞中，可清除循环中的目标糖蛋白。脱唾液酸糖蛋白受体已被证明在肝细胞和几种人类癌细胞系表面高度表现。Asia World